纽约选民您好，6月22日是初选日，但今年可按喜好程度最多排名选择5位候选人，而不是对每项职位只投给1位候选人。排名选择投票制是纽约市今年新的投票方式。想投给您的首选，请将第一栏中的椭圆形涂满，在第二栏中为您的第二选择将椭圆形涂满。对每项职位最多可排列5位候选人，您无需排名选择所有候选人，但至少应将1位列为您的首选。排名选择其他候选人并不会对您的首选候选人造成不利，但如果您的首选遭淘汰，您的票将进入您的第二选择，您仍有选择管理纽约市的人选的权利。准备好参加初选投票，提前投票将于6月12日至20日进行，6月22日是初选日，详情访问 voting.nyc。